communicate. Yeah, see, look, some fucking. Why? 我以為今日打風，即係只係大風嘅少少。 今日三万几人答案啦，第一份历史卷咧，八十分攞里边我攞43分合格。如果100分嚟计咧，即系100分里面攞53分。而我画画嗰张图咧，100分要得50分，都算系一个合格。算啦，今次合格都算好嘅。 既然即係經濟本身以為自己咧即係唔識經濟啦，20分，跟住後屘咧睇翻，咦比之前進步1分啊，1分啫，就係而家落100分嚟攞37點，即係比之前就進步1分啫，即係如果以 地理科100分里面50分啦，你就知系咩个真人合格啦，即系佢60分，即系我50点5分，即系50一分，对我嚟讲已经好好嘅成绩，但系佢唔合格，即系全班咧，我第27名，最高分95分，跟住我哋27名啦，第28名嗰个49点，49分49分。 我係包尾二嗰個，都食屎人哋，人哋都有5啊零分、8啊零分、6啊零分、7啊零分，跟住本身以為抄書，點知唔係抄書，佢話俾一次機會你7月4號咧，再次咩垃圾行動啊！你都知10月有垃圾行動，7月4垃圾行動咧，最緊要你自己做好個本分就得啦。咁我咁就真係咁樣熟曬。 低分，即自己竟然低到出汁，即离谱啲嘅话，即话自己离谱嘅。即系谂下，我唔系净系温嗰2个钟，你唔可以温2个钟就话，温咗3个月讲大话啫。我已经尽力噶啦。 盡力都係得個50分，本身如果我唔盡力，可能得30零分左右。但係我哋係第二高咯，即係 B 班最高97，C 班最高70幾 ，D 班最高60，D 班 E 班係86，C D 班最低分10分，跟 E 班最低17，而 B 班最低34。 我已經買書嘅，即係本身78蚊嘅。如果打打85折，即係78乘80，即係68蚊。跟住再用折扣券係60。呢個正就係我尋日想買嘅背叛者，對 Trillings 對咩 Trillings Bronster 好似係。
默说作品，一颗正义的心独自对抗着整个黑暗世界，命同邪恶周旋。一支重大任务被政府所背弃的特工，呢夜之间成为声名狼藉的通缉犯。在没有感情颜色的世界里面，唯独只有呢个小女孩俾佢添上一丝色彩。你哋唔知道我系边个嘅，你哋冇办法预测到我下一步，但全香港嘅人都会关注我。我就系背叛者。佢话被政府背叛嘅特工，即系香港嘅。是不是比較敏感一點？如果我的看法來說，即是不是捉一點就說，哎，又說人壞話了。其實所謂說人壞話的意思呢，即是自己有些鼠嘢衰嘢的，然後被人發覺之後呢，然後有人在不知情，在你不知情的情況底下呢，就說，哎，有沒有搞錯啊，這麼大個仔還用奶，仲飲奶，仲要阿媽陪，嗰啲咪叫講壞話呢啲叫。咁但係我只係話，喂，你咧就32分，我咧就37分，而唔係佢咧就37分，我咧就40分。呢個又你又講壞話，於是即係我真係有啲不明不白不白，就係、是、何來？真正的講壞話，即係唔好以為你嘢先得。即係點解話嗰樣講壞話啊？到底可唔可以定義下講壞話咧？即係例如話，哎，你啊點解你唔一開始咧用嗰個方法去做嘅？佢話：喂，你又講壞話，即係完全明白點解？點解錯誤嘅方法都要講壞話？真係唔明白，真係唔明呢啲人點樣諗嘅，實際上，即係連講壞話嘅定義都唔知嘅，即係唔好以為俾人講一兩句就當係壞話，即係求其講你，求其講你一啲嘢，話點解你唔做啊？點解你唔做就即刻俾你定義壞話？咁我想問下，咪真係太敏感嚟啫？我已經受夠啦。即係佢倒翻轉頭啊！我聽你話，哎，唔合格咁低分，咁係咪我就話，哎，你講壞話咁啊？即係兩個彼此啦，呢啲咁多嘢。6月15日咧，上海電視離開一週年，你應該知道嘅。即係唔知係咪真係嬲得好緊要，就唔知話咩？唉，係咪衰咧？又即係唔明白到底點樣定義為講壞話？你可唔可以俾我啦？我咧係啊，真係定義啲全部都係講嘅廢話。即係講人一兩句又講人壞話，哇！咁唔通我嗰時話黑社會就話，哎，壞話嚟嘅呢啲，跟住再話俾就話，
唉，呢個翁少咧，乜乜乜乜又話壞話，真係乜都定壞話，然後就。你明白到到底嗰啲乜嘢先為之係壞話，即係唔好刻意刻意話壞話啦。喂，每一個人都會講壞話嘅，除非即係佢爆出嚟咧，爆出嚟嘅話，就知道到底心裏邊啲嘢講出嚟都舒服曬好多喎。即係謝師兄話我啊，即係以我為例，謝師兄話我個人壞話，我想問你，我想問嗰啲有乜嘢，有乜嘢片段指到我可以講壞話？即係有啲咩證據啦？即係凡事都要講證據噶嘛？唔係喎，我係由拍片到而家，從來都冇講過壞話嘅，講壞話我知道，但係問題邊條邊話我講壞話？都三月。知啊，邊個打我啊？好唔好？今日最後一日，喂，最後兩日正式翻學，聽日星期一嘅最後一日啦。況且加上星期日就係大家一父親節，蝦咗阿爸啦。唔好成日都話唔同阿爸食飯，因為當阿爸唔存在，冇阿爸。